以等我们呢。开开嗓，我这阵声调不错。想跟你唱首歌。跟我唱歌干嘛呀？这会儿跟你唱。那你唱吧。尽我们为爱做的傻事，为梦流的汗，给未完的青春许一个永远。以为最漫长的时光，却走得最匆忙。亲爱的你，哎呀，问干什么你？讨厌死！潘老师，你唱的好好啊！真的，一般一般。舅舅，你太没劲了。哎，我跟大家说，我舅舅以前还参加过选秀节目呢。真的？那你怎么没去唱歌啊？嗨，我就不是热衷于教育事业。哪有，你明明是那个名字。行了行了，别闹了，走吧，赶紧往前走吧。走走。哎，那个，你们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想录个视频。拍什么视频啊？我一起录个视频。快手。对。啊，你没玩过呀？回头给你注册一号啊，你记得加我关注，我粉丝可多了。对，你们就配合一下就好了啊。我开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方一凡。今天呢，我们两位老师带着我还有我的同学们一起来到了长城。这位呢，就是我们的铁棍，那个李老师。这位就是我们学校最帅气的潘老师。哎，潘老师，跟我们说两句来。哎，我还是把这个机会让给李老师吧。啊，我平常经常玩。哎，来，说什么？这说什么都行吗？您说什么都行啊。大家好，我是春风中学的李萌老师。他呢，还有前面跑过去的学生呢，都是我2019届的学生。他们呢，离高考还有两个多月了。我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都能考上心目当中最理想的大学。哦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，老师，你赶紧帮他注册一个账号，然后注册完之后啊，我教你怎么拍，到时候你粉丝肯定比我多。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你众多粉丝当中的一员呢？我告诉你，你拍什么，我天天都能看见。李老师。刘老师，你给我死！喂，等等我，兄弟，杨亮林，哎，大哥啊，这是太美了，我第一次来长城，好壮观啊。哎，对了，大哥，我听他们说啊，这野长城的底下就会有 UFO 的入口，这会不会有外星人啊？不会，你看放眼望去要么都是游客，要么都是我们自己，怎么可能有外星人啊？可是我觉得这儿的磁场好强啊，都不一样啊。哎呀，龙脉的磁场当然不一样了。哦，对，我特别想在这儿许个愿，大家要不一起，我们一起喊出来怎么样？哎，别，你要这么喊的话，上面的人不都听到了吗？不可能，他们怎么能听得到呢？这样，我给你打个样啊。来，我以后一定要当一个大明星，然后在鸟巢开一个自己的演唱会，然后再去百老汇演一个音乐剧。我以后一定要拿诺贝尔奖。我以后一定要做一个宇航员，探索宇宙。我还要做第一个登上火星的宇航员。好，我希望我以后会成为一名赛车手，我也希望能成为一名拉力赛赛车冠军。
啊！我要跟爸爸妈妈一样，做个无国界的医生，到处救死扶伤。累不累？绕楼都绕三圈了，要不咱上去等等，歇会儿。嗯，躺了好几天了，现在走走，溜溜弯，透透气。今儿天儿真好，还有白云呢。对这帮孩子在长城，那天儿更好啊。是啊，你说他们学校哈，组织这个入境仪式还挺不错的，是不是？咱们是一模以后就算是春游了啊。就是，喂，小吕，童姐，我告诉您个好消息，您房子的产权转移变更手续啊，通过审核了，明天可以办理过户。客户的房款，我们这边的财务打到您账上了，您看一下。啊，真的呀？那太好了。那您什么时候有时间，咱们把过户办了？那个很快的，一会儿的功夫。没问题，我随时。啊，你通知我就好了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谢谢啊，小吕。嗯。钱到手了。啊。这么快弄完了？啊，太好了！哎呀，真不错啊！你看啊，钱到手以后，爸妈的钱先还了啊。啊，贷款再还了，还剩一个400多万。多少钱？400多。哇塞，一夜之间从贫下中农又变成地主老财、百万富翁啊！那倒不至于，但是吧，咱俩也算苦尽甘来了啊！一会儿给爸妈打个电话，让他们放心。行，一会儿我打。我这媳妇当的不错吧？干什么？看这房子，嗯，现在偌大的北京，咱们俩连一间房都没了。怎么没有？这租的房子也是咱的房子呀，是不是？没事，我再努力，对吧？再奋斗。不是现在有这个400多万，付个首付没问题，争取今年，最迟明年，咱再买一房子，对吧？哎，要买就还买这小区的房子，干嘛呀？这学区房多贵呀！再说俩孩子都已经高考了，你再买学区房啊？没必要啊。学区房好租啊，而且你说，这将来这个还得是高考的吗？你想这儿呢？他未雨绸缪，而且哎，要买就买宋老的房子。嗯，干嘛呀？宋老肯定不敢跟咱要高价啊。哎，我觉得你应该传到乔卫东，让乔卫东送咱们一套。哎，那也靠谱啊。哟。哎，你看看，这是刚才没注意，这开朵迎春花啊！迎春花开了，这是个好兆头。这初春的迎春花，它预示着寒冷的冬天就要过去了，温暖的春天就要来了。哎，季节往复，万象更新。在我们中国人的字典里，春天意味着新生，意味着复苏，意味着新的期待。对于我们这些住在书香养院的家长来说，最期待的莫过于孩子们都能考上理想的大学了。春天来了，哦，对了，还有，期待刘静的病快点好起来，这也是一件大事。老天还是保佑善良的人的。在这个北京的四月天，刘静去医院做了手术，切除了肿瘤，老纪依旧是无微不至的照顾。童文杰和宋茜也隔三差五的去看他，洋洋更加努力的学习，这些都让刘静心情很好，心情影响到了病情，他的病差不多慢慢好了，医生说恢复得很不错。乔卫东和宋茜假复婚，这戏就这么演了下去，英子竟也没发现。宋茜想不想演下去我不知道，但我敢打包票，老乔肯定是想的，他跟我说是他演技好。我知道，其实这小子憋着坏，他也没演，都是真情流露罢了。我们家呢，俩人很努力，不用说了。方一凡也老实了，童文杰在家安心养胎，我在开车和配音之余照顾他们三个人。哦，不是，他们四个。我们现在是个五口之家。加油！加油！
好断，好断，好断。你这出的什么馊主意啊？啊，还有时间打球，还打比赛啊？不是，这会儿学什么都来不及了，是啥样就啥样。加油！方一帆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这会儿放松比什么都重要。高考就跟上场比赛一样，对吧？赛前适当的热身就行。有些人那刚学投篮的，那就没必要上场了。方一帆，好球！别吃了，哎，我说的你听明白了没有啊？你请我吃饭，怎么又不让我吃？是几个意思啊？我听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你听明白，你给我复述一遍。哎，那给你复述啊，我现在腾不出嘴来。方圆是不是哥们儿啊？啊，你说我都急成这样了，你说你还，你还笑？不，你这事有什么可急的？我听明白了，这不挺简单的吗 ？So easy。您想跟宋老师啊，真的把婚给付了，是不是？那这很简单，你俩商量好了，啊，拿身份证去到民政局，5分钟不就搞定了吗？这有什么可焦虑的？哎呀，心里没底。那什么没底的？你俩又没接过。是，就是因为接过了，然后这不又分了吗？现在还想接，所以这心里就，关键不知道宋老师能不能答应。你聊聊聊，刚才你给我嘚半天，嗯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宋老师还没答应你？那你复个屁婚呀！哎呀，也不能说是他没答应，是主要是我还没说这事啊。你合着你连说都没跟他说呢？那你这八字连一撇不是撇，你连笔都没拿起来呢，你拿什么跟人宋老师复婚？你都没跟人说呢。哎呀，还有你是说话的高考还有10天，是不是？你是大家着急忙慌的时候，你干嘛非得这会儿去提复婚的事儿？我跟你讲，你先等一等，高考一结束，大家都轻松了，心情也愉快了，你跟他一谈不就完了吗？你现在弄，你万一没谈好，时机没把握住，宋老师给你啪怼回来了，你怎么以后怎么谈跟他？不是你是真傻呀？是真傻还是真傻呀？啊，就是现在因为高考在即了，我过了高考这个时间，我就没有优势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是怎么搬回书香雅苑的？你哪回？第二回啊。因为英子生病了，为什么宋倩愿意跟我假复婚？她希望英子平复情绪，重建希望。宋倩为什么能一步一步退让啊，接受我的回归，以至于接受我撕磕萝卜章？她希望英子借由这个事儿能够恢复健康呗。英子现在恢复健康了，宋倩为什么没赶我走？哎，对呀，对呀。你不会是意思说宋老师再次错误的又爱上了你？那你忘了啊？当然，宋老师有可能爱上我，但是这种可能性也不是很大。不管怎么说，就是因为高考在即，高考在即，宋倩不允许任何事情来打扰英子，知道吗？所以我要趁着这个时候，你知道吧？啊。趁宋老师不备，啊，一举拿下，生米煮成熟饭，嘁着咔嚓，假复婚变成真复婚，要不然英子以后知道我们俩是假复婚，孩子再复发了呢，刺激孩子呢。乔总，你我这以前没有看透你，你这是要乘人之危啊，你这也太孙子了吧？哎，这此话怎么讲？什么此话怎么讲啊？哦，你合着想跟宋老师复婚，就是为了让英子身心健康啊？那这还不够吗？这当然不够了，你这是骗婚啊！你得把宋倩当药材使啊！不是，除了呀，让英子身心健康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，我，确实是再次爱上宋倩了。什么？不是，我就是方圆。这怎么了？我恋爱了。你说，你再说点，你怎么？
恋爱了。你恋爱？嗯，你跟这俩字有关系吗？嗯，你这最多是流氓了，你怎么会恋爱呢？就是老树又发心眼了。真的假的？啊？都恭喜你一下来。你这好像笑话我。没有啊，嗯。哎，这回不许当干妈啊，给我生一干儿子。哎，真爽。什么？谁说是干儿子？然后干女儿不行啊？不行，我都已经有一女儿了，我就要儿子。那我没有女儿呀，我已经有一个儿子方一凡了，我再生一个方二闹啊，我疯了呀！我不行，我要女儿，要生儿子让你自己去生去。我倒想呢，我怎么生啊？跟谁生啊？真是。怎么瞧我刚才来了呀？别瞎说八道什么呀？怎么了？看着他都烦得很，我完全不能想象，家里面再有一个小乔伟东在这转来转去，太可怕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我发现你一个秘密。我什么秘密？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，是你的一个潜意识。嗯，你刚刚说我完全不能接受家里再有一个小乔伟东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怎么了？这句话有语法错误。完全没有，但是他表示你已经接受家里有一个大乔卫东的事实，是不是？什么呀，根本不是这意思，给我瞎读解。哎，我真不是瞎读解，有的时候人潜意识的一种表达他自己察觉不出来，但是外人吧很快就能捕捉到这个信息。不可能。哎，而且说实话，我觉得乔卫东现在没那么讨厌了，没有以前那么龌龊。什么叫龌龊呀？顶多算是猥琐吧，这完全在侮辱我以前的品味。哎，姐，你以前品味好不到哪儿去啊。我也只能承认。哎，你呀、啊、我跟你说真的就是怀孕闹的，看什么都挺美好，是不是？嗯，小卫东就是因为英子，等高三以后马上让他搬走。那你们家就一个乔卫东都没有了？你说什么？你又不能推你干儿子，没人给你生干儿子干姑娘。这俩都不管男孩女孩都能穿的。哎，您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他身体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没事的。看您气色挺好的，多注意身体啊。谢谢啊。那我先忙了。好好。何观长让我出来见您，您都进来了。还接什么呀，我又不是外人。何观长在放映厅，要不您先去办公室休息一下。我到放映厅去找他吧，正好我约了人。好的，谢书记。谢什么呀？哎，什么时候走啊？手续都办完了吗？都弄好了，要求下周一报到，6月3号。哎呀，你说你才回来不到一年，你就要调走了，这家没安顿好，又得搬家。都是工作需要，组织上怎么安排都好，更何况这次调任中海市长，更是组织对我的信任和肯定。也谢谢书记对我的举荐。哎，谈不上举荐，主要是呀，你的工作能力能胜任这个岗位。对了，儿子的高考准备怎么样了？哎呀，现在冲刺阶段，我觉得儿子自己挺努力的。努力就好啊。如果需要什么帮忙的，你尽管给我说，千万别客气啊。好，谢谢书记。他还喜欢那个车吗？哎呀，这个车呀一直都喜欢，年轻人好动。是，男孩都是这样。你看我那小外孙啊，才5岁多，弄个玩具车的满地里这跑啊，跑来跑去的。哎，对了，你这次去中海，你儿子高考你能赶回来吗？嗯，端午节期间已经准备请假了，争取回来。一定得回来啊，孩子高考可是全家人的大事儿。是是是，我知道。喝茶。哎，咱们这次放的是新片儿，我觉得这个光线你可以调一下。何馆长，真的。来，刘主任。刘静，好久不见呐。好久不见了，何馆长。看你这气色，恢复得很好啊。嗯，好多了。原来健康的时候吧，不知道好好照顾自己，乱挥霍，这一生病就开始懂得保养了。所以有的人呢，有的时候生一场病，就知道健康有多重要。是的，其实啊，没有必要专程跑来。我正说过两天去看看你，等到所有的手续办齐了以后，我会给你送过去的。我也想回来看看呢，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才能再来。随时欢迎你回来呀。其实我觉得，
你陪咱们季区长，啊，不对，现在应该叫季市长了，是吧？你陪着季市长到处奔波，其实是很辛苦的。你还要保养身体啊。以前是奔波，现在我改变心态了，我就把它当成是旅游。好的，这样好，这样好。要不要去办公室喝杯茶呀？我想在这儿待一会儿。啊，好，是这样的啊，一会儿呢，他们释放新片，会不会影响到你啊？不会啊，我还约了人来看呢。好的，那你去看吧，我还忙着，好吧？好的，再见。再见，何班长。刘静阿姨，你今天怎么想着叫我来天文馆了？我听洋洋说你们今天下午没有课，是潘帅老师组织你们打篮球，对吧？对。嗯，我想呢，约你过来，今天正好有一个新片试映。真的？嗯。哦，对，忘了告诉你了，洋洋是主力队员，他一个人就得了20多分呢。啊。他们班还领先我们班。我在下面还给他们当啦啦队员，然后一直跟那儿喊跟那儿叫的，我嗓子都喊哑了。那看来你们都很尽兴啊。那可不，这高三200多天，我们都已经疯狂冲刺一年了，这再疯就真该疯了。所以这回一说我们不上课要打球，我们所有人都跟喝醉了一样。是不是上次像你们在游泳馆那次那感觉啊？对对对，上次我们也是每个人都跟酒鬼一样。新片测试还有5分钟就要开始了。啊，好了，来，我们快坐下。英子，今天阿姨叫你来呢，除了要看新片试映，还有一件事想要告诉你。您不是您身体又有什么变化了吧？没有，阿姨已经好了，英子放心。吓死我了。那您还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跟你季叔叔马上要搬离北京了。你们要去哪儿啊？去中海。你季叔叔调到那儿去工作，然后我也得跟着他一起去。以后咱俩就不能一起看电影、喝奶茶、吃脏脏包，还有一起听音乐。不过啊，你可以随时微信我。以后我要是回了北京呢，咱俩立刻就约着一块玩，好不好？你去那么远的地方。不过其实也不算远，我已经长大了嘛，我可以去看您啊。再说了，如果我考上了南大的天文系，那也是在外地上学。反正世界就那么大，我想去看您就去看呗。对呀，有一个人就说了，一个人要是长大了，那世界就会变小的。阿姨今天约你来天文馆呢，一个是来看新片试映，还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咱们两个的友谊是从这儿开始的。阿姨想在这儿跟你正式的告别一下，还有，阿姨还想跟你说谢谢，特别感谢，在阿姨最无助的时候，你给了我温暖和希望。还有那首《树洞》，谢谢英子。阿姨，是应该我感谢您的，您让我可以说那么。多的心里话，我真的很感激你。嗯，阿姨看着你能从抑郁症里走出来，特别特别的开心。以后你如果要是再有什么事儿，欢迎你继续把阿姨当树洞。那必须的。嗯嗯。
阿姨还有一个小礼物我送给你。是是是，你打开看看。阿姨，你不会写了封推荐信给我吧？就算是阿姨送你的高考礼物，明年你就是大学生了。今年暑假呢，你就去国家航天局参加他们今年的训练营，听说非常有意思的。阿姨，你说从我们认识到现在，你都送了我多少礼物了？你居然可以每一份礼物都送到我心坎儿，我喜欢。因为阿姨觉得你是一个最善良、最勇敢的女孩子，阿姨希望你永远都快乐。阿姨希望整个苍穹都是你的，你就是天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星。不想让您走，我还要回来的。跟那妍儿好。车过来，不能走，太累了。这万一堵了呢？你这打车费你报去。你怎么这样抠啊你？哎，你俩干嘛去啊？你们约会也不用逼着我们吧？出去。哎，妍呀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怕桃子被磊人带走，对不对？行了。我是给你们俩艺考生一点空间，以后你们要是成了明星，可没机会一起走在街上了。那可不一定，没准我跟他成荧幕情侣了呢。不是，谁跟你成荧幕情侣？哎，我发誓啊，这辈子我宁可单身一辈子，我也不跟你做情侣，不跟你搭伴。再见，严玉静。哎，你这人，我还嫌弃你呢，你个皮猴。你别跟着我，你哎，洋洋洋洋，你帮我拦着他。走过来的路线都记清楚了吧？啊，记清楚没啊？记清楚了。林老师，后边后边，赶紧跑，快点都跟上了。你们这一波啊，用了35分钟左右，都是住在书香雅苑的，对吧？今天呢，让你们从书香雅苑到学校来，主要目的啊，就是让你们熟悉一下这个路线。从书香雅苑呢到学校呢，虽然离得近，但是高考那天肯定有很多车。我个人建议啊，走路你们也给我备出两条路线来，啊，原地休息休息吧。等一会儿，我看还有别的同学没回来呢。大熊，你在那嬉皮笑脸的你，到那天你要来不了，你看你怎么办？你也行。不是，我不是让你开车吗？你怎么跑过来的？气喘吁吁的。校门口交通管制，我把车停停车场那跑过来的。哦，不是你开车需要多久呀？不塞车8分钟，要塞车的话就说不定了啊。
那估计得40分钟往上了。那还是走着快啊。嗯。我觉得不行，还是得多找点路线，哪怕再多找出一条路线呢，对吧？也有一个备选呀。我找着了。啊？你看啊。嗯。嗯，这条路线我觉得畅通无阻。哦，这是你，嗯，找的一条新的。哎呦，哦，这条路也可以啊。嗯，回头给同学们建议一下啊。但是我觉得以防万一啊，我回头再多跑两条，啊，不能耽误大家考试。哎，潘老师，嗯，要不你喝口水，辛苦了。我辛苦。哎，啊，你喝我的。谢谢啊。哎，那个同学们别在那晒着了，找阴处就避一避吧啊。高考必胜，志存高远。欢迎呀。干什么呀？都对联。还有地毯，不想吃了，吃快谢谢叔叔。哎，这给我们高考孩子准备的，你们服务太周到了。妈，林子，哎，宋老师，怎么样吗？气色不错啊，还行吧？还行还行，嗯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领对联啊，领了吗你？领对联啊？这是咱小区的传统，在书香雅苑呀，每年就有这个活动。哎，哎，文杰，快下来。这什么情况啊？领对联和灯笼啊！哎，真的是像过春节一样。哎呦，可不是嘛！哎，不对，应该说比过春节还要隆重呢。这咱的小区啊，叫考节。考节啊！哎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啊？这个家家户户门口那个对联都不换的。对呀、啊。哦，我知道，这不就是那高考的吉利话吗？不能撕。不是不能撕，是没到撕的时候。哦，不对不对，都不能叫撕，那叫换。你看，每年高考前10天就开始领新的，然后换上去。哎呀，等到明年高考之前呀，再领新的，然后再换。哈哈，真是讲究。嗯，这是这儿的传统。哎，云姐，什么情况啊？哎，这夏天还过年了，说着了。吴阿姨，这是高考的节，叫考节。哦，是吗？考节。哎，你气色真不错啊，恢复过来了。还行啊，算是熬过来了，熬过来就行。哎呀，马上啊，咱们就都熬过来了。哦，不对，就你还差得远呢。怎么着，不是一起解放吗？怎么落我一个呀？你倒想解放了，你早着呢。你这个将来不高考啊？对呀，你这还得重新再来一过。嗯，你跟方圆可真是有远亲。真的，我想想都累。是，我也想想都累。一关关得过啊，先是得平安生下来，然后再上幼儿园，然后再上小学。小学完了考初中，初中中考小别离。什么小别离？哎，小别离你不知道吗？那个电视剧专门讲中考的呀。对呀、啊，我看过。那中考完了呢？中考完了，考高中啊，高中3年奔高考。哎，那不就是现在咱这时候？嗯。哎呀，我住在这小区那么多年，自己又是教孩子的，看着帮学生一波一波的。哎呀，等高考结束了，那才能皆大欢喜。没错，就等着考完了，嗯、考完了就皆大欢喜了。哎呀，大欢喜咱也不求了，小欢喜就行了。忙活小一年了，给颗糖就是甜头。来来来，赶快领一下，赶紧领吧，你们俩。领灯笼是吧？还有对联。来来，这对联。紧要的啊。儿子，儿子，哎，这是《饥饿游戏》解一是吧？对，好嘞，一，哎，媳妇儿，嗯，今儿啊不应该米饭炒菜，我跟你讲，应该吃饺子。不年不节的吃什么饺子呀？嘿，不年不节，你看现在外边这，哎，张灯结彩都挂着红灯笼了，你不吃饺子对不起这氛围，你知道吗？倒也是啊，啊，真像过年，还真该吃饺子。啊？吃饺子？哎，妈，你们要包饺子？哎呀，
没说要包。您真包啊，我特想吃。哎，雷人想不想吃？嗯，这气氛搞得我还真挺想吃的。想吃就吃，没那么多事儿，去走你买馅儿去。等我买馅儿去。哎，那冰箱给你调出来了，你自己放啊。哎，行。要不来点什么白菜、韭菜、芹菜什么的，还是吃猪大葱？哎呦，葱不要，韭菜不要。闻着那两个东西啊，我想吐。其他都行啊。哎，谁啊？哟呵，七十送啊！哎，从前，宋倩，宋倩来了。我不进去了，你改天轮接就行。啊，这什么东西？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瞎忙啊，这是。你这还不进来怎么着？进来！哎呀，叔叔，你这害喜呢吗？他吐我一身。来了我就不吐了，这什么呀？哎呀，乔伟东去寺院请了什么神神鬼鬼的，不知道，说叫考神。考神不是打篮球的吗？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觉得可能就是文曲星一类，考的吉利。他给英子就请了一个，说给凡凡和磊儿也请了一个。来来来，出来，出来，来来来，快谢谢宋倩阿姨。谢谢阿姨。哎，不客气。谢谢阿姨。那么晚还出车啊？他出什么车呀？他去那个超市去买点馅包饺子。啊，现吃饺子，现买馅儿啊？啊。我走了，拜拜。好，哎，这不是说吗？说这个气氛特别适合吃饺子，不吃饺子对不起这气氛。这俩孩子也真是要吃，是好主意。嗯，哎，您吃了没有？没呢。那这哎一块儿吧。你家坐得下那么多人吗？哎，你把英子叫过来，去吧去吧。哦，把刘静也叫过来了，全叫过来。叫过来。好，叫过来。我不给你关门了啊。哎，你俩过来，快。啊，一会儿人多，来帮我撕点白菜。好，来啊。好嘞，饺子来喽！哎，孩子们，那盘吃完了吗？哎，你们先吃啊！谢谢爸。谢谢。哎，我搁里边啊。让孩子们先吃啊，咱们一会儿再踏踏实实吃啊。行行行，孩子们先吃，那坐着吃，这一个个蹲着，这像要饭的似的。乔卫东，你会不会说话？没事，让他们蹲着吃，先蹲着吃才能坐得稳，先苦后甜嘛。哎，对，听听。哎，他这话也说的不对啊，还坐得稳？你以为孩子们以后都跟你一样啊，走仕途？哎呦，能走也不错呀。那洋洋将来要是当了赛车手，跑个拉力赛，那坐得稳，当不了冠军。这倒有道理。喝点水来。谢谢。方一凡，哎，你能不能别看了啊？你是边吃边看的，看的也不尽兴，是吃的也不尽兴啊！就别管了，管了一辈子了。你让孩子看会电视吧。马上就高考了，高考之后都远走高飞了，你想管就甭管了，以后啊。我知道，就因为以后管不了，我现在掐着手指头倒计时的数着呢，就十天，哎，就管十天了。十天以后，谁让我管我就不管了。行了，方一凡，你开小点声。哎，我小点声，知道，我这看着正紧张着呢。声都小点，你这吵着妈妈。还有肚子里的宝宝。啊，对，还有肚子里的宝宝。特权呀。哎，一凡，我看这打打杀杀，这挺热闹，这什么戏啊？这是又吵死了。哎，老乔，我跟你讲，哎，这片子啊，特别有名，是一个大片，叫《饥饿游戏》，特别适合包饺子肚子饿的时候看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这是一大片，有三部曲，这是第一部，你知道吗？这讲的是在未来世界的时候，这个人类阶层划分特别清楚，底层人都沦为这奴隶了，他们就为了生存就变成电视真人秀当中的这种参与者，为了活下去必须活到最后一个人，把别的参与者全部都杀掉，叫饥饿游戏。哦，这么回事儿。我发现你可以当影评人呀。我是现在搞点配音的工作吧，这片子我差点配上，真的，真的。哦。妈，我们一会儿想去趟那个英子太空屋再玩会儿，行不行？哎呀，行了，你们就在这儿玩一会儿吧，别去乔叔叔家再祸害了。没事，去吧啊，好。哎，不是，英子，玩玩差不多了吧？这个玩玩就学习了吧，是不是？嗯。哎呦，这会儿还学什么呀？马上高考了，那会的就会，不会就不会了，去玩去吧，英子啊。照顾好大家啊！冰箱有饮料，拿出去倒。对，让孩子们放松一下。哎，洋洋，和小朋友们玩去吧啊！什么叫小朋友？你还当我们七八岁呢？走，小朋友，送他们下去啊！还有姐，正好酱了点那个牛肉，我待会儿拿上来。哎呦，好，那这手艺呢？喝口水去。行了，我们就可以下一波了。下一波。方圆，方圆，哎，不，这个电影是描述哪个国家的？未来世界还真是不太清楚是哪个国家，不分国家吧？为了活下去，杀掉其他人，
传递什么观念呀？你看还在这个电视节目上播，导向很不好啊，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。啊，这不是电视节目上播，这是我们自己放的，在那个在那视频网站上的。乔伟东，你长本事了呀？啊，现在还敢教训我啊？怎么的呢？这不是两口子吗？这难免说话有点过，你理解一下啊。谁跟你两口子呀？蹬鼻子上脸。这不马上不复婚了吗？复婚以后不就两口子？哎呦，什么意思呀？这是要求复合呀？复合了？哎呀，你讨厌死了！是不是让我谁让我听见了呢？不许看！我跟你讲啊，你要是想假戏真做，我可不跟你演到底啊！你们这不配合挺好的吗？再说了，你要是不配合，这露了馅儿让姑娘知道了，那孩子多伤心啊！你就会拿闺女来吓唬我。我告诉你，现在英子好了，你吓唬不着我了。嗯嗯，高考完了。你赶紧给我撤！我要撤！啊？什么？从来不会追梦落空，命运之光找回我。越挫越勇，哪怕要从高处俯冲，这路摇晃唤醒我的真容，乘风踏浪，哪怕昨日孤独迷茫，执着前方，像野马般拖着，直击梦中的长空。若一望无涯，你的笑却灿烂如霞，年少时的画卷都实现了。